觉得我们的水龙头不好用。不好用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每次弄拖把水的时候，他要把拖把桶弄进去，很难弄出来，因为他那个水龙头，他你们做成的太长了，要用就一个角度进，要把它弄进去才可以装水，然后要弄出来的时候，你又要用一个角度出来，有时候一些水就会倒掉。那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吗？把它做短。就这样而已。好了，拜拜。你觉得我们的水龙头好不好用？有好有坏。不，缺点是什么？缺一角，然后水喷出来，然后会沾湿袖。那有点硬。应该很省水。啊，水量大了。那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吗？以后那个缺口不要弄缺口，然后就是把它填完每一口。哦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